那时候在微博上，他留很多言的时候，我想但是你知道我是在想什么，被你去抓，你知道被你那种感觉。王阳明测试于合体挑衅，重上海岛，原因大公开。昨天晚上他知道我有一台车子在车场，然后拉回来，停在地下室，然后他说我就说啊我要去拿钥匙，他说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你知道，所以就他就很懂我。因为两人昨晚去哪里都其实还好了，对，就是上新义高架，然后再兜一圈回来。王明今日在大陆拍戏，昨日返台，带着老婆 DZ 出席时尚活动，这也是夫妻俩久违合体。就很想家，很想老婆，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我真的忘了。对，我有点忘了，我上次一起出行过是什么事？因为我已经连续拍了好几部，所以我就很久没有回家。上一次终于是八月吧，八月初还是什么，就是只有回家一天，可能说正事，说正事。通常杀青以后，我一定都会带他，就是出去玩一玩。我们有打算想去 El Nido again，就是想打算再回去菲律宾。啊，这对夫妻是不是太久没见啦？讲话尺度，随便修修。他有发一张照片，我看到的时候，你就说，这个可以讲吗？结果我说那个服装可以留着吗？要留着干嘛？没有，那个 Halloween 快要到了吗？那时候在微博上，他留很多言的时候，我想，但是你知道我是在想什么？被去抓，你知道被逮捕那种感觉。你有没有觉得？DZ 怎么穿让你觉得很性感？其实我说实话，我很爱他的身材，所以说实话，我喜欢看他穿 bikini 跟那个泳衣，所以我才每次杀青以后，我就带他去海边，因为这样我可以多看到他的身材，穿 bikini 跟海边在那边溜达溜达的。